哎，下班了，走，吃饭啦，吃饭啦，出发。听说你们对这个公安局的伙食和食堂都特别感兴趣，很好奇，今天呢就带你们去看一看。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，我们去食堂打饭必须都得戴口罩，不能坐在一起吃饭，所以说我们都拿了自己的饭盒。我拿了两个，不是因为我能吃啊，这是因为这个，好吧，就是因为我能吃，因为我们的伙食太好了。出发，我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个是我们的办公楼，我们的食堂就在这儿，一会儿带你们进去看一看内部吧。我的妈呀，我给大家看看有多壮观！我的天哪，人太多了。看着他爹，这都啥菜啊？魏龙哥，这是啥饭呀？米饭、排骨。有排骨啊？茄子。太好了。我们中午的饭有肉有菜，每个人都可以打两份肉菜和一份素菜，米饭是随便加的，然后还有汤。冰哥哥，大家看看我后面啊，还有这么多人。我们的食堂是那种纯开放式的，卫生条件是很安全。今天的菜是有茄子、豆筋儿，还有这个炒鸡胗。我特别喜欢吃炒鸡胗，还有这个青菜，还有这个肚丝。这是我们的大饭大姐，她一直在看我。好，轮到我了，这是我的饭盒，还有那排骨，好香。还有榛子、排骨，还有这个。对，好，排骨，好，谢谢大姐。还有这么多人在排队，我们把这个饭都打到办公室里了，我给大家看看我的。今天中午的伙食是排骨和玉米，然后还有这个豆筋儿，孜然豆筋儿，然后还有我最喜欢吃的这个剁椒鸡胗。大厨做饭是挺好的。来来来，你稍微等一吃完饭一般就是歇一歇，有一些同事会到楼健身房去跑跑步啊，打打球。没有没有，只有一个全都累，全都吃完饭立马窝到寝室里面睡觉，没有一个去打羽毛球的。有个告状的啊。没有。来来来，你看，打个招呼呀，不懂那不说话了呢。今天中午是主要是有一点点工作需要做，这个一点点，然后把工作忙完之后就去午休。然后因为中午的时候如果不休息的话，下午会容易打瞌睡的哟。今天这个 vlog 呢就先拍到这里了，你们还对什么好奇的？三连，下一次我呢带着相机去我们健身房里面去给大家拍一拍，帅哥，也谢。